大家好，我是新月生，今天我用双排键为大家弹奏一首《98K》。98K 是2017年上映的电影《神偷奶爸3》的宣传曲，它的英文名字叫 "Hand Clap"，也就是鼓掌的意思。因为最早的时候，有网友根据吃鸡游戏里面的一种枪 98K 改编而成的，从此在国内大火。所以说，网友给他起了个别名叫 "98K"，下面我们一起来欣赏一下吧。